嗨，大家听得到声音吗？应该是可以听得到一点声音吧。然后现在在放的背景音乐是 HWNW 的 mix， 最新的 mix， 第16个 mix。HWNW 是一个厂牌，好，先听一下吧，我先 setting 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把背景音乐调小声一点，这样才不会压过我麦克风的声音。好，大家好啊，我们是 Do Radio， Do Radio。然后因为我们有跟匹克直播合作，然后他有给我们他的那个牌子的 logo， 但因为那个牌子太大了，所以我们就 key 在那个这边。匹克 Life 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们就用一个图，就不用亚克力板了。好，然后我是今天的那个主持人 Slammer，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呢是我家，对对对，我的 studio。就是长这个样子，但就是摄影在前面就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就是我平常在做歌的地方，就差不多这么的简略，看到吗？好，好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谈一下那个什么，那个 future bass 和卡哇伊 bass 和 chill bass 嘛。然后，对，好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三种形式的音乐嘛，就是那个 future bass， 然后卡哇伊 bass。然后 chill bass 或是 future R&B， 就是你可能近两年都会一直听到。然后有一些艺人，就是比如说一些制作人啊，比如说 Flume， 然后还有比如说 Wave Racer， 也是澳洲的制作人 Wave W A V E， 然后空格 R A C E R Wave Racer， 就是你们应该会常听到，如果有听到他们的音乐，那他们的音乐好像跟一般现在的电子乐有点不一样，但好像又有点一样。那我必须得先说，就是这些 future bass 和卡哇伊 bass， 还有 chill bass 或是 future R&B， 他们都不是一种音乐类型，就是比如说。它比较像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，就是把很多元素斗在一起，然后一听到好像有这个元素，就是 future bass， 就好像 house， 大家会说好像4/4拍的东西就是 house， 但其实还有分，就是还有比如说音乐类型，还有什么4/4拍有 techno 啊 ，techno 也是啊，但也许现在很多新型的 techno 或是 house， 他们都不见得。
现在都是四四拍，但大类上大致来说就是刚刚讲的 future bass 那种卡哇伊 bass， 他们都是形式上，他们不是某一种音乐类型，他们是属于出现在现在这个时代才有的音乐形式。那等一下跟你们讲，你们就应该会了解了。那如果硬要把它们归类为一种音乐的话，那就是把前面那个字去掉，比如说 future bass 的前面那个 future 去掉，卡哇伊 bass 前面那个卡哇伊去掉，然后 chill bass chill 前面 chill bass 的前面那个 chill c h i l l 去掉。所以他们的如果硬要归类为一个音乐类型，就是前面的字去掉，后面就是他们的音乐类型。那那个音乐类型就是 bass， 但 bass 就是很广泛的一种音乐类型，因为它就是取自于那个